彤彤很可爱哦。讨厌的事情是跟弟弟说话，弟弟很多会说吗？你怎么去参加森林之王？现场太多艺人了，紧张哎。我要我就苦命中快要失去的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今天不好，不要唱那首。你要唱歌还是跳舞？先唱歌好了。好，第二首。那就是那个爸爸的围巾。Look at me， 从上到下，就哪怕小的细节也要美到爆炸。戴上勾芡 ，Jazz 踩在脚下，嫉妒的也只能在网络上叫骂。新一代女王出现，快点都给我让开，我从来不单眼看他们设下的障碍。衣服换了换怎么办？谢谢。谢谢。你要跳跳吗？好。那我跳那个来蹦蹦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那个，我有加分题，可以吗？你已经很高分了，是鼻子可以发出声音的吗？那个是其中一个，要听吗？好。鼻子发出声音。不要去玩了。就是这样子啊。你要，你这样带小表演对不对？好，来。好。我们是国二。国一。我们很可爱哦。讨厌的事情是跟弟弟说话，弟弟很多会说吗？会吵架。会吵架吗？弟弟多大？三年级。主要是吵什么？就是小事情。好，可以了吗？你不会唱歌，完全不会吗？你唱学校的歌。加油！像你们后面就要加油加油，表现。民夫藏书夫是聪明小聪。当今小朋友，他是主人翁，他的违规犯思维做小风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。Never mind, I'll find someone like you.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.好，来，你唱一个。你怎么去参加森林之王？有，我有去参加。然后落选。没有，我经纪公司的地方过的，可是现场太多艺人了，紧张哎。你这是什么自创曲吗？对，就是有一次我在睡觉的时候，我同学就硬要叫我起床，我就很不爽，所以我一直就会分手给他。I'm 17 years old now, and I live in Kaohsiung. And I like to talk to foreigners because I like to share something with them, and it makes me feel a god a lot. Thank you so much. 你在国外待过吗？没有。那你讲台语？我是local的。你在用台语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丹丹英，我给他分享一下机会。那你太大。OK， 好，谢谢。
我要我身处心中快要熄灭的花火，我要我就过命中快要失去的。等一下，我就今天不好，不要再唱那首。爱情不止玫瑰花，还有不安的惩罚，快乐啊不解呀，随着时间都会增。你就老实就好了。哦，好来，好。我人也着我，我哪有可能做歹？伊是晓拜，来动不动就作怪。无人奈是晓拜，我替你世界，恁爸我真袂爽，创啥就拢嘛是因来讲，拢嘛是假讲，拢嘛是假讲，无讲代表可是弄做。知道是根本就没有的，真的是大家都变得身材高。好了啦。